这是谁给妈妈写的主意？我。你妈妈写的什么？妈妈你不心疼。今年才5岁，上幼儿园。当时就是他在玩沙画，弄得哪儿都是，然后我就生气出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一张剪了爱心的那个小卡片，上面写的好像是妈妈你不心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怎么回事呢？他说他你生气了，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妈妈你不心疼我，疼不会写。他们还没有教写字，但是呢，他认识的字他就能写出来。当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觉得心里暖暖的，觉得自己不应该跟孩子生气。我的小棉袄长大了，然后我也说了声对不起。我经常跟孩子说要学会表达自己，不要总生气，但是我都没有做到。你妈写的什么？妈妈你不心疼。